各位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好、哦。精神未歹款的吼。迄个后壁吼，坐较头前的啦，好不好？安尼吼，讲师要讲话，哎，较方便啦。那头前有位嘛吼。啊，搁这个即摆寒天吼，坐较靠近的，大家互相取暖。拍摄哈，昨天的迄个第一节课我无爱到上，他对我班长讲我很忙，其实不是很忙呢、啊，其实是美国昨天有派人来跟我们谈一些事情，今天早上他就飞回去了，是足感谢的，因吼哎，刚刚为这个华盛顿 DC 坐飞机来个台湾，都爱超24个小时嘞，搁等于搁20个小时呢，来你家。讲的时间才16个小时，讲出就等于。当然了哈，到今天这款的境界哈，台湾的国际对于愈来愈清楚。这边来哈，有提真济物件给我看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正哈看到目睭哈闹掉，我很多事情简直不敢相信。但我拢亲眼看到，所以咱台湾吼，这70、69年，台湾真的是69年来从来不知道什么事情。红骗69年，啊你戆戆啊，你替中国人在做代志。当然啦吼，这个高级班大声要含国语讲的，唔是这啦，初级班含国语讲的。两件事情，你不知道还记得吗？第一，就是占领不能移转主权。哦，你听哈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什么叫主权？特别讲中国人来占台湾，跟人讲你不可以讲台语，你不能讲台语，这是主权的迄个违反主权的一种的表现。叫人讲啊去做中华民国的兵。这嘛是违反主权。咱建军输啊，我们打败仗啊，打败仗都足凄惨的，都爱去用占领，去用敌人占领，啊，都爱去做敌人的迄个兵役。服兵役就是啥？服兵役就是一种效忠的问题了。为什么有真侪人移民去美国，就是偷渡的啦吼，还是跳机的啦？啊，美国就。最近这两个，超这半年来，美国有公布讲吼，你如果来服役，就是去做美国兵，啊，你等这当兵结束的时候，美国就给你美国的公民。啊，尤其是最近啊，这半年吼，伊要求啥？亚洲的人，亚裔啦，去做美国兵。啊，伊不管你是跳机啦，什么机拢不要紧，你来做我美国的兵，啊，你遐后。两年三年，你退伍的时候，他给你美国国籍，我就足侪人去做美国国兵。啊，这在这个国际法上面合不合法？是合法。这就是吼、哦，做兵是一种的效忠的行为。刚才秘书，我定定伫初级班上课拢会问一个代志。我即摆问恁，日本天皇还是这个英国的女王有国籍无？日本天皇是属什么国籍？无国籍。啊，英国女王有国籍无？有啊。你拢唔敢讲呢？用问个较紧啊。你感觉日本天皇无国籍的家丑？你感觉日本天皇是日本籍的家丑？啊，你唔知个家丑？你无家丑就爱一定爱家嘛，对不对？日本天皇无国籍，谁人讲无国籍？伊免做兵，伊免缴税，所有的土地拢是伊的，伊哪要做兵？对不对？所有的土地拢引导伊的啊。日本天皇有这个土地，有这个土地主权、所有权，但是伊将这个土地管辖权，总要请一个总经理来管嘛。这个总经理就是啥？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就是首相啊，首相去管。所以首相
代表政府，政府对土地有管辖权，但是土地的主权是属谁？日本天皇。这就是怎么说，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号签，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平原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不是政府哦，政府。所以等我们所读的书是什么？我们念的书是什么？我们所念的书是说，甲午战争失败以后，清朝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。你读这样走，你都读这样吗？但是读这样都不对了。这个原文你有看过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是高级班，有的人高级班先读才读初级班，高级班头一次来，你没读初级班，读高级班的举手。哦，来，这一定要给你看，来，你看哦，这原文啊，你会觉得说，头一句话就跟你说得很清楚的，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，什么人跟什么人？皇帝跟皇帝，是不是？有啥政府无？皇帝将土地摕起来以后，伊才交予政府去管。啊，所以伊将台湾摕到了后，伊嘛爱交予政府。啊，但是因为台湾唔是甲日本的这个关系啊，迄当阵是殖民地啊，因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。伫迄个时阵，伊爱派啥？派总督，爱派总督。High Commission 啊，总督啦、啊。但是你呐，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变作日本的土地，日本天皇以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以后啊，这个土地就爱派啥？知事啦，知事。啊、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，不是很新啦、啊，本来就有这个观念，可是咱拢无注意啦。你会觉得讲很懊恼，其实你不用懊恼，美国人嘛不一定知呢。所以，张甲做是美国的这个亚洲两个来的时阵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甲讲足侪代志吼，伊嘛拢唔知影呢，伊足惊讶呢，哇！你一个台湾民政府研究甲遮清楚，我搁甲我打赌呢，我英国女王无护照啦，日本天皇无护照啦，他们不敢相信呢。每一个人都有护照，忘记你美国人的思想，你美国人是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。你说来，我马上用 Google 去查，查查的，他的，写个全程错。英国女王没有护照，日本天皇没有护照，因为他不用效忠日本，那个天皇不用效忠日本。啊，女王不用效忠英国，但我们要效忠谁？咱就是说我们要效忠中华民国，这是不对。我们是打败仗被我们占领，当然我如果跟你打败仗被占领，你一定觉得说我就不觉得被我们占领。现在占领这两字的概念、哦、在现在这种社会里面还是这个国际里面、啊、坦白讲已经分不清楚了。什么叫占领？你想看看什么叫占领？当一个土地，我跟你宣布这个土地你不能跟他走过，你如果走过我就跟你打下来，占领。这个海域任何船只不能经过，你如果经过我就把你打成占领。这块土地，我在一两点钟久里面，我的部队能够到达占领。今天中华民国是怎样，每项事情都要听美国的？为什么？你觉得很奇怪，对吧？为什么？美国派飞机来台湾的时候，不用经过你呢？派军机来的时候不用经过塔台呢，这代志你们知不知？
CDC 就是国家的疾病管制局啊，美国的。在 SARS 的时阵啊，飞机直接降落在香山啦。那有经过中华民国？没有呢。有一摆美国嘛派一只足大只的飞机，伊讲伊要载红鹰啊，你唔知会记得无？大家感觉很奇怪呢。迄只飞机遐尼大只，要载一个红鹰啊？迄阵啊，台湾人秘书敢那笑的同款，拢记在一片的。不是啊，这就是贱呢啊！你甲你台湾人讲，啊，迄伊报迄报纸阁有啥呐？迄只飞机啊，照道理人飞机要起飞啊呐，要逆风对不对？美国根本都无经过塔台，飞过去，忽一就飞啦，顺风就甲飞啊。因为伊用足大台，根本就无咧惊风大、风水。所以，咱为即摆开始，咱爱非常的清楚，台湾民进党很快会执政，但是我们要先把咱甲美国的情况要搞得清清楚楚。后来这边选举真好啊，这边选一个民进党稍微调了去啊，哦，所谓关系车调了嘛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咧。有效无？是安内无效，啊调内无效。所谓市长、县长拢是民进党，安内无效。还很漂亮，流亡政府。你国较安怎？你何里国较厉害啦？是叫做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，民进党哪一天欢喜，讲好，我明仔载宣布台独独立。可以嗎？我跟你說，他如果宣布不用隔兩天啦，兩點經過美國直升機就降在這裡啦，誰宣布抓什麼人啦？阿扁啊，在最後的就職的時候，坦白講，他差一點點宣布台灣獨立。那時候美國已經軍艦在這個中央的外海在等，他如果敢宣布獨立，直升机是吧？你连感觉真奇怪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你可以独立，你美国让独立，啊，其他人就袂使？你感觉很奇怪，会无？感觉很奇怪，举手。啊，不奇怪的举手。不奇怪，你有遐厉害？你刚刚插一个初级班尔，你拢知影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美国占领，你就是要独立，你要去问这块土地主人。其实吼，我跟你讲实在啦，这两天美国的真高的高级的人来台湾，和我讲，有几啊档桩代志吼，讲讲的吼，伊嘛拢嘴啊开开的，但我都甲拄啊，你们做错了，你们怎么这样子做，乌白做。我台湾人真正是足艰苦的呢。我讲我台湾人真正拢在纳税金呢。你讲啊，我美国嘛在纳呢。我但是我不应该纳给中华民国啊。中华民国不是我的国家呢，对不对？搁一点代志就是，初级班我拢跟恁讲，恁的身份证是为对来，是伫1946年1月12号。用行政命令将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国民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咧，很简单啊。两个美国人结婚，生囡仔，什么人？美国人，对不对？总不会变成俄国人嘛。两个英国人结婚，生囡仔，什么人？英国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两个日本人结婚，伊囡仔什么人？日本人嘛，敢有安尼敢有困难？我问你的老爸老母，你阿公阿妈是什么人？台湾人。台湾是一个地理名词，娘娘啦。你若讲台湾人，你台湾不是国家，哪有讲台湾人？迄是地理名词，你唔通去毁去地理的名娘娘啦。所以。你的阿公阿嬤，你的老爸老母，都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
你袂感觉讲真奇怪？奇怪，我的老爸老母，我的阿公阿嬷是日本人，是安尼生我变做中国人，中华民国的人。你袂感觉？你从来没有跟安尼感觉吗？你不会感觉吗？一定会感觉。让你的智慧发展比较慢啦。你现在来上课，你也要知道，过去通通都错误啦。好，来，日本人过来，中华民国离开台湾，我们会变成什么人？你我们现在真的是都灰色了。1946年1月12号那个强迫我们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的，把你拿掉，你会变什么人？你想你会变什么人？你不敢回答。日本人的举手啊，不知道的举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是大日本帝国的人，以前叫做大日本帝国嘛，但现在的日本叫什么？现在叫做日本国嘛。所以有的人可听一半，过程中比较快，就是说来日本申请，秘书长说我们是日本人，请这个日本的国籍。不对，因为麦克阿瑟将明治宪法改变，所以大日本帝国刚才说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日本的政府了。说到这个事情，你再回想起来，琉球美国将琉球献给日本，对不对？1972年献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来接受这个琉球，这个琉球是变作是交予日本。照道理来讲，琉球爱交予对一个日本，大日本帝国对。那即摆日本帝国来接收，只是托管而已，信托啦。这是法律就是安尼啦，法律上是这样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台湾有一天。当然啦，吼，琉球献予日本的时阵，献予日本的时候，美国个日本政府讲，我伫琉球开足侪钱，甲拍琉球的时阵，迄兵啊嘛死足侪，你也甲赔呢？日本政府讲，无赔，要赔偌济？赔美金3亿2000万啦。讲较歹听，等于是安那，琉球是美国开钱买倒转去，毋是美国啦，我讲毋对，日本吼开钱甲买倒转去啦。3亿2000万，你可能无概念。这个钱的金额，就是当时韩国独立的时阵，日本政府赔予韩国赔偌济？赔差不多1亿多啦，1亿2000万，1亿3000万。啊，干那琉球小小的琉球赔偌济？3亿2000万。所以咱就甲美国讲，我很简单嘛。有的人的烦恼呢，他说美国有可能说跟中国说不是欠很多钱的，美国 欠中国钱，对不对？我拿台湾来赌球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想这样可以吗？当然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土地，他不能用这个占领的土地去献给中国，这不可以的，国际法里没这套。所以我们就跟美国说，不然这样嘛，你要多少我赔的，你放给我台湾，可以走我台湾的路嘛。你琉球，你跟日本政府讨3亿2000万，你要多少？台湾比较大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多少？3倍啦，好不好？我可以还你嘛，对吧？人家要用还的，我们来赔给美国，你敢买？你买吗？因为大家拢只狂样嘛。但你普通时拢咧讲话独立，
啊，即马要互你独立啊，叫你爱赔一寡钱，你买，你买无？你有够憨呢，恁啊！恁干呐要缴税金，互中华民国缴的钱就不止遐啦。咱一年缴偌济税金，你敢知影？一年买武器买偌济，你敢知影？遐钱甲轻轻的吼，你拢袂晓收呢。我即马都嘛袂，我甲讲，我赔你嘛。啊，若讲好一村，美国从1952年开始卖武器给中华民国，什么人立志？台湾人立志。哎，迄钱你莫甲小算一下呢？安尼相抵，可能美国你还阁走我呢？你是烦恼啥？所以咱伫台湾民众伫读这个法律，要智慧要较悬。我们有一天会面临这个问题，跟美国要直接谈判，已经开始谈判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您所想的这样。所以您在这里读高级班、初级班，不是说坐在这里三天混一混就刷去了，要真真正正新台湾论，要从头到尾要去看。美国现在也很头痛啊，他面对了就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我们以前常在说不要去投票让国民党拢总调，有没有？但很好，现在刚刚在电脑病在民进党调了了去了，问题是有效吗？民进党调跟中国民党调完全一样。李登辉这两顶个月在这个嘉义的中山大学又说，以后我们不要，请大家都不政治人都不要讲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。你李登辉不在笑，你上头跟那个蔡英文说，叫蔡英文去宣布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他说一个还蔡英文不调总统，你不记得？现在那个李登辉又改变了，是怎样？台湾民政府这几年发挥了很好的功力啊！你来的时候有结论，你来回去，我知道你回去你会跟人说，但是你跟人说不一定会让人家100%相信，但是你不能想说你跟你的主席隔壁你说的这些话人没听下去，人都有听下去。这边民进党都调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坐高铁落那个高铁站，那司机看到我们，那司机看到我们穿这地这脸大家都知道我们哦，恭喜哦，你们台湾民进党这边选举都通赢了。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个民哦，民政府，所以民政党是属台湾民政府的，讲咱拢赢啦吼。所以咱就甲讲哦，啊，你大概误解了，台湾民政府是不主张选举，咱如果算起算落去是害死咱的后代娘娘啦。所以有真侪人咧问讲，啊，民政党这边调甲这么好。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一点都没有感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国民党调跟民进党调是同款。你不信？民进党现在调调调，大概一年以后哈，有真侪人都去用抓去关，讲贪污啦。你看有影无影？民进党不要做官啦，伊要做官是干哪？要 A 钱尔尔啦。当然我们台湾民政府在这个地方上课都讲法律，我们现在这江苏所说的也是都法律，你一定要去读这个法律是非常的深，你像今天的大日本帝国跟日本政府就不一样。可比说最近
咱12月20号，今日是已经5号、6号嘛，吼，过两礼拜，咱有160个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内阁甲议员要去日本，安倍晋三，同意即摆你选举，14号，啊，12月14号，选举就结论就出来了。安倍晋三有代志拜托咱的，咱知影咱靖国神社啊，靖国神社内底有台湾人39,100名，即美国的政府官员来甲咱讲的时阵，我甲咱问伊一句话，我请问，日本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这件事情，在国际法上面啊？有没有意义？有意义不？您听有意思啊？4月1号，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有没有意义？宪法在这土地实施有意义不？有不？有嘛？对不对？有什么意义？这表示说本来台湾是殖民地。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，现主席已经变成啥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！宪法实施就是讲吼，你这块土地顶管这的人，我拢甲你看作甲日本本土这的人，拢中一样的待遇，服兵役也好，交税金也好，参加政治也好，拢中共款。安尼挺有意思哦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啊，我不爱做日本人可以的吧？答案是可以。你刷去中国，啊，不刷去啥？美国移民嘛。啊，如果没人，啊，怎样？你就只好承认。当你1895年4月17号签马关条约，5月8号生效，6月17号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来接掌台湾这块土地，6月17号始政开始在那里政治就对了。那时候日本天皇有宣布让我们这些台湾人两年的思考期，两年，这按照国际法，两年里面你可以财产卖卖的回去，看你要回去就都没关系，你如果说你要回去中国还是要回去菲律宾都可以。当时有多少人卖财产？1320个卖财产，但没经过半年，这些清华的都从北岛回来，因为他回去中国没法生活，回去菲律宾没法生活，回去东南亚没法生活，他说，啊，不，我是来做日本人好。所以从那当时开始，日本的总督在台湾实施，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是他的嘛，他当然要好好照顾嘛。当然啦，带来的时候有很多台湾人，尤其是高山族不服，不知道那个赛德克巴莱那部电影有吗？有很多台湾人牺牲，那是没有错。啊，刚才开始会戆戆啊，嗯欸，啊，我就生活好好，啊，是怎样日本人来走来，啊，这异族啊，啊，改建当盖战，台湾人是算比中国人更好战争啦。马关条的迄个甲午战争哦，中国人几天啊就倒去啊。但是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，开始统治台湾，用偌久的时间？10年啊，十年为台迄个北部啊，拍到南部啊，用10年的时间，就将台规个台湾啊全面征服了。所以真正建立台湾这块土地有主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是日本天皇。所以今天这块土地，台湾这块土地主权在什么人的手头？日本天皇嘛，我说得这么清楚，你们听不？日本天皇嘛，马英九他很清楚的，有一阵啊，超一两年以前，打那个妈妈，伊说：“你不要出面，他妈台湾主权有无？
伊伫电视伊讲啊，迄句话我听啊足清楚个啊，但讲一摆就甲撤掉起来。伊讲啥？我出卖台湾主权，我根本没有台湾的主权。因知呀？我讲国民党遐官长拢足清楚台湾的经营，但咱遮唔知尔。台湾的主权到即马为止，第二什么人的手头？日本，日本天皇。包括美国两个高专的，以这个都人士啊来跟我讲，含因都搞不清楚啊。有一部那个纪录片叫做《一个中国政策》，那个一部《一个中国政策》的已经非常的清楚啊。来，这讲几个重点：第一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。第二，台湾不是属美国的，不是属美国的，不是属日本，不是属美国的，不是属中国的，请问是属谁的？你想看会属什么人？日本天皇啊，因为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米里底，日本天皇的嘴啊，去用踢的，讲你袂当讲话。美国迄当阵呢，同盟国是非常的惊啥？惊台湾、日本啊，夹起来。因为台湾生产有够侪物件，农产品非常丰富，一年四季拢总伫生产物件。啊，日本呢，伊个重工业甲轻工业非常发达，这两个互夹起来，我讲全世界上强的。你无定。未感觉你家己感觉你家己真强，你是真强，但你即马是中国人家己压掉的，真正。捌去美国的本土，去拍美国的土地，全世界除了宾拉登以外，用飞机甲轰炸以外，敢若一个国家去甲拍咧，什么国家？日本。他说日本有偌伟大，你也想看麦？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，有几只航空母舰？29只。中国现在一只，那叫啥？不是辽宁号，本来叫辽宁号，以前叫啥？什么？什么啊？两公号，那叫什么？那台湾人，台湾那语言很厉害，都把它好到很难听。讲伊有一只迄个航空母舰，只航空母舰足奇怪，顶边袂当放飞机个。那有啥物算航空母舰？所以讲吼，我吼，人讲中国足强个，迄种假，我讲你莫去相信伊啦。我们本身台湾就很强。日本到最后个战争要结束个时阵，迄当阵去予苏联甲即个美国，甲伊抓到，迄个叫做潜水艇。一架潜水艇顶完有3架的飞机，你感觉很奇怪吼？潜水艇会这样载飞机？美国人嘛惊一个，苏联更加惊，干嘛惊一个？啊，苏联一直要将迄个潜水艇啊，要甲靠去迄个苏联。啊，美国吼，美国嘛感觉讲较紧嘞，叫人去迄架潜水艇吼，甲吸收为上。那三架飞机是放在哪里？放在那个潜水艇的顶管，那个结构凹起来，翅膀凹起来，凹到两凹，凹起来，潜在水里面没有关系，浮起来就可以飞。日本那个时候的武器已经前进到这种境界，所以日本那当然是全世界上最强的。其实我们是那个，咱若讲卖去中华民国统治去啦吼，我们可以很自傲，讲咱是日本人。那么即摆日本已经无共款咧，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敢若剩咱尔啦，剩的已经死去啊，剩的遐拢是旧的。日本帝国死去以后，即摆新生的就是日本。所以12月22号咱要去日本。12月22号，21号的下午，
咱160个要去日本的街头，上界老一个所在，分作13组，要来甲分，米啦，互日本人看。其实日本人已经才是拢知影，因为即摆有一寡日本人写的册内底，拢有提起台湾民政府。应该即摆才知影讲啊，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有台湾这块土地啊？是安怎安倍要修宪？伊要恢复啥？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明治宪法。迄、那个宪法若去恢复起来以后，吼，啊，就不一样啊。第一，伊让公公人人帮忙你台湾，也让公公人人进出台湾。美国上台是足惊，讲日本甲台湾合作伙，因为恁两个合作伙太强咧。一个一干干拢咧生产食的物件，啊，一个一干干拢生产咧重工业、甲轻工业，世界上强的啊，伊要甲你切掉啊。所以，伊即摆要修宪，就是第四条甲第九条甲改变，啊，就恢复日本天皇要做实质的国家的领袖。亚洲地区，特别讲，敢若像日本这个国家有天皇啦。当然啦吼，即摆要搁你角力战，日本唔是咱下下来咧所想的日本。即摆日本哦，你若甲破开，内底拢无打，战争失败以后拢无遐。而且即摆日本很多都是左倾，偏向共产党，安怎？共产党人侪啊，啊，伊拢未得，唔知影讲遐人侪无效啊，干那会晓食饭，未晓相拍。中国人伫足好食饭个，你敢知啊？我有一摆吼，真早啦，因为我即摆都无伫去中国嘛，真早我去中国，伫个机场，航空公司一挂小姐，空中小姐嘛，对不对？印象中你去看看空中小姐，你会感觉讲哦？个个拢生甲足水个吼，哎，吼对吧吼？啊，都中昼时要食饭啦。哎，每一个空中小姐拢摕一个面桶出来，面桶啦，面桶你知影？但是迄面桶是迄个用迄个铁做个啦，吼。咦，奇怪呢，啊，大家拢我小奇怪，我伫天津机场啦，哎，大家拢摕面桶是要创啥？我都无知影，因只咪佫出来拢面桶来拢底饭。我睇因食饭爱一个面桶呢，即摆唔知改进无，我唔知啦。啊，真正用面桶，啊，足好食，拢是面啊。啊，以前我伫中国嘛，伫办学校，啊，有一挂工人，饭足多，啊，菜两行啊菜安都会使。他们还算是很会吃苦啦，那甲咱台湾来比啦，但是真歹势。中国在我们台湾的隔壁，我们很难分，所以我们后来对这个中国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国家，因为有好处边跟坏处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作那是坏处边，坏处边就少往来就好了嘛，所以你不用跟它反对啦。我们现在要反对，反对什么？反对国民党。我问你，共产党有台湾人吗？有吗？你想看捌无？唔捌。共产党无台你台湾人，伊是台遐国民党，你中国遐国民党啦，中国人啦。所以伊恨共产党，啊，迄个恨来伫台湾，甲咱教讲可恨的共产党，所以忽然变作我们去恨他，对不对？是安尼来。真正台湾的是啥物人？国民党啊！啊，你足奇怪呢，拢会晓讲国民党，啊，你选举拢转互国民党，当然今年无啦吼。你好，刚才咱只只已经讲四五摆，啊，讲我民进党多，心就好康个啊。咱一直讲啊，台湾的是国民党啊，哎，啊，即马说国民党台湾袂选啊，啊，但是你讲你选举就不对去啊，你讲你选举表示啥？害死台湾人嘛。因为中华民国若继续落去，我们台湾就没有办法解脱。
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高智慧，怎么样脱离中华民国是我们的课题。您听有无？怎么样脱离这个课题是很难，这个课题要有高度智慧。明天再跟你说。